看看谷歌翻译大神是怎么糟蹋法律词汇的。这个英文词 de facto union， 它的意思呢是事实上的同居关系，是可以算是一种类婚姻的法律存在形式。它的法文是 union de fait。我们可以看看谷歌翻译大神对它的中文翻译是事实上的联盟，以及普通法律联盟。好，I fool you， 谷歌翻译大神。